大家好，最近在忙着绍兴桃店，好久没有来更视频了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双色蜈蚣结。首先两根线，我们先看一下单色怎么做。下线压住上线，向下做一个圈穿进来，然后下面的这根线从上线的下方向下做一个圈再穿出来，这样一个蜈蚣结就做好了。其实蜈蚣结就是雀头结的一个变形，跟雀头结编法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双色的编法。双色的话一般是用三根线，一根压住的线，两根彩色的线，一样下线绕上线一圈向下穿出来，调整一下，同样下线从白线的下方穿进来，调整一下，这样一个蜈蚣结就做好了。是不是双色的很好看？赶紧拿你的线也来试一试吧。关注我，持续分享更多编绳技巧。